这是一个周深死忠粉，四次错过周深，而最后又变成忠实粉丝的历程，也是很多生迷的心路历程。看看像不像你。大鱼这首歌我放在列表里听了两年，但我没有想过去找周深这个人是谁，我只是点了收藏，默默地听了两年。不得不说的是，我确实对他的声音没有抵抗能力，就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，第一次听就是这个感觉。第一次在热搜上见到他是许魏洲，周深我爱他，这首歌也算是90后回忆杀了。第一次听到了两个男生版本的我爱他，但是这个版本太燥了，又不是我的风格。第二次错过，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他是看了番茄台的跨年演唱会，他和李克勤一起唱歌，我并没有认出来他是唱我爱他和大鱼的那个男孩子，他俩看上去还挺热闹的。跨年唱的野狼 disco 我愿称之为所有跨年版本里的最佳。这是我和他的第三次错过，我依然不记得他的脸，很模糊。第一次认清他的脸是在快本的出场，芒种那一嗓子太厉害了，我整个陷进去。唱完左手指月，看他的打扮和实力，觉得他是很有实力的歌唱家。我实在太喜欢芒种这个片段了，热搜下去之后还每天去微博重新翻出来听，持续了一个礼拜。在这个阶段我依然不知道这个周深是唱大鱼的周深。第四次错过他，因为徐佳莹又重新参加歌手，满怀期待地打开电视，第一期第一首大鱼，我惊了，我的妈呀，眼前这个小仙男居然是大鱼的原唱。我听了两年才把人名脸歌名连上。宣布排名的时候觉得周深真的好可爱呀，看着心情就很好，而且很会吐槽，是我喜欢的那一款。至此我没有错过他了。随着歌手开播，我每个星期除了准备研究生材料面试，就是在等周五晚上的歌手，因为那意味着我可以更新一周的歌单。愿得一新人，能解答一切的答案。无问 Monsters 第六期达尼亚，俄语民歌雷鬼，拿到了第一个当期第一名。我一个几乎不发微博的人，忍不住点进去热搜，发了周深真的实至名归，唱得太好了。第一次看清了他的微博账号，有点沙雕的头像，觉得我是不是找错了号，这是一个艺人吗？啊，怎么这么奇怪，其他人不都是硬照吗？然后有可能的夜晚太好听了，中间法语的玫瑰人生也唱得好温柔，又再一次认识到他惊人的语言天赋。这一首歌开始之前，他念了一段话，不能说晚安就唱给你们听吧。我当时还是纯路人，第一反应是他和他粉丝好肉麻，后来才知道原来卡布以前下播了会念粉丝的 it 然后说一声晚安，这是一个小小的浪漫的仪式感，我整个眼泪就控制不住了，好浪漫一男的。出道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忘记第一批听众，这时候的我觉得这首歌唱得真好，但是我没有代入感，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在感谢我，毕竟我才刚认识他，也担不起这么深厚的感情。我一直维持这个距离感，在听了一个礼拜的有可能的夜晚之后，我听到了达拉崩吧，整个人被周深折服了。这还是个人吗？整个崇拜。我也意识到歌手每一期我开始只期待周深了，太多惊喜了，这个人强得好离谱。然后我实在太喜欢听周深唱歌了，发现打开周深的正确认识方式就是周深没有难听的歌，接着他又唱了一首我好喜欢的相思，然后开始了考古之路。我每天昼夜颠倒，只睡4-5个钟，
其他时间都拿来看他的音综了。我们的歌秦深深组合把我一脚踹进了周深超话，考古完了我哥，我真的太喜欢他了，真的好可爱的一个人呀，实力强，性格还这么好，人还这么有趣，和李克勤的搭档又真的好有默契，完全做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然后我又听到了我超爱的迷幻风《再见萤火虫》，我是真的爱你等蒙面系列。好的晚安，怎么了末日飞船 Memory 孤独的牧羊人 Time to say goodbye， 每一个现场我都被反复圈粉，然后听到了自己按门铃自己听，绝了，整季歌手最喜欢的歌没有之一，整个迷幻风氛围是我在中国歌手里感受到最好的，依然没有之一，我魂都被勾走的感觉。我是真的非常冷漠的一个歌迷，受周深的歌声吸引，离不开他的一个很挑剔的听众，周深刚好满足了我的所有想象，他的出现填补了我没有国语歌听的一个很大的缺口，从此我克服了对新歌的恐惧，看到周深两个字毫不犹豫地就点进去。其实如果不是周深唱了这么多歌坚持不懈地把我往坑里踹，我真的不喜欢追星，但是怎么说，我没想到周深粉丝这么少，歌手决赛周深居然会被追着骂，而那一天很多路人在看决赛，不服的真的是普罗大众，除去带粉籍的我，剩下我妹我弟我哥所有人都对这个结果表示不满，都知道水果的卑鄙，但没想到他可以这样侮辱观众的智商，堂而皇之。由于我没听到歌手那一首不想睡，我很遗憾也很难过，就开始听演唱会版本，顺便把 C929 演唱会的大 A 的翻拍全部看了。至此就是我一个从冷漠路人、路人粉、粉丝、死忠的全过程。天刚好黑了，无需言语，无尽浪漫，无限可能的夜晚，让蜡烛代替所有灯，让音乐代替话语声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，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，让 yes 代替所有 no， 让勇敢代替所有就刚下眉头就上心头，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。